2023年第一条片是拍什么呢？就是噔噔噔噔，没错啦，每年的1月1号呢，我都会担定凳仔去看叱咤乐坛颁奖礼啊。咁近呢几年呢，这个颁奖礼我就觉得好像变咗是一个嘟嘟颁奖礼咁咯。即係佢哋嘅歌呢唔係唔好听，不过我觉得呢，如果係要喺一年里面揀呢，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好歌，即係更加值得大家去听咯，同埋去了解佢哋多啲咯。所以呢，呢一条片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心目中呢一年嘅十大歌曲咯。因为我是很喜欢听歌的，而且我一年里面我三分之二的时间呢都是会听叱咤乐坛，即会听903的，因为我上班呢我是由朝听到晚，所以我就是会很留意有什么歌好听啊不好听，所以就想趁在这一条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哪十首是最好听咯。就是这样啦，事不宜迟，去片。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，难过于跟你的早晚作息，竟然年月相随，为何最后那种结事极疲累。 You think lost, listen to you,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, too many times.就是你都觉得是你很喜欢的呢？不知道大家这一年最喜爱的十首又是哪十首呢？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哦。那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条片的话呢，就记得 like, share, 同埋叫晒身边的朋友订阅。Yeah! 祝大家2023年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，健健康康。拜拜，下条片再见。